什么？苗苗丢了？是丢了。老胡跟凤姐要登记结婚这件事情，让苗苗受了刺激。我陪凤姐去了茅房，老胡又跑下楼来追你，人把苗苗一个人留在房间。等我们一回去的时候，苗苗就不见了。爸，我说你这人是不是脑子太笨了？你想想，要是老胡跟杨阿姨真的有什么，我能把你叫过来吗？把你叫过来就是要跟你宣布老胡跟凤姐这件喜事儿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跟你说的还少吗？不是口出无凭你能信吗？跟你说，以后你跟杨阿姨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。老胡跟凤姐要登记领证，老胡跟凤姐要登记领证。等我们一回去的时候，苗苗就不见了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哎，老方，胡吉，我这不是好意吗？什么好意啊？从头到尾都是你惹的事儿。哎，娜娜，你在哪儿？我还在酒店门口啊。别动啊，在那等着我。干嘛？我大概知道苗苗在什么地方了。啊？等着我，别动啊，我马上过来。麻烦再开快点好吗？啊，可以。你瞪我干什么？苗苗能回去吗？苗苗之所以不能接受凤姐，那是因为她喜欢杨澜。可问题是，杨阿姨对那个胡杰根本就没那个意思。苗苗还小嘛，她怎么会明白这些呢？那你能明白吗？要是找不到苗苗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小心点啊！苗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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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上去啊？啊？这里不是我的家了。傻孩子，快起来！别担心，走。你让我们担心死了。急死了。走，上楼吧。胡啊，我是方浩。啊，老方，我跟你说，苗苗找到了。什么？苗苗找到了。在哪儿？啊，他回杨澜家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。啊，好。喂，喂，西凤啊，啊，苗苗找到了。今天都怪叔叔，让大家不高兴了。你能不能别跟我爸抢杨阿姨？
不能，因为你爸爸呀，就根本没跟叔叔在一起抢你杨阿姨呀。你想一想啊，你觉得杨阿姨喜欢你爸爸吗？或者这么说吧，你觉得你爸爸喜欢杨阿姨吗？你再想一想，要是两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能幸福吗？我不哭了啊。苗苗啊，我给你说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一个小孩，他是个孤儿，在乡下人人都说他是野的，都说他从小就被他的亲爹亲妈给扔了，他的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。后来他长大了，有一天他突然间遇到了自己的亲爹亲妈，这个时候他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被扔的，而是在意外中被丢掉的，他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可是后来他发现，他的亲爹亲妈虽然很爱他，可是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的家庭，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了。这个时候他心里又不开心了，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拆散他们各自的家庭，他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够重新找回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家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发现，他要拆散他们各自的家会让他的爹妈很痛苦很痛苦，所以他就在问自己，他的想法，他要的东西是不是要错了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试着去接受他们各自的伴儿。哎，他发现他的妈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公，他爸的那个伴儿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阿姨，这两个家庭的人呀都非常的爱这个孤儿，让这个孤儿觉得虽然他们不是亲的，可是比亲的还要好。后来呢？后来他们就很开心的生活在一起。这个孤儿这才发现，原来我只想要捞一个家，可现在我捞到了两个家，这样子他不是挣了吗？我知道，我跟你讲这个，可能你还不明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虽然你心里很喜欢杨阿姨，可是杨阿姨跟你爸只是朋友，她不是你爸的那种伴儿，可这个王阿姨呢，她才是你爸的那种伴儿，也只有王阿姨才是你爸心里真正喜欢的那一个人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以后你就会知道，摊上王阿姨，你有多么幸福，多么快乐，因为王阿姨为了你爸，可什么事儿都可以做。既然她可以让你爸那么幸福，她一定可以让你幸福的。幸福一辈子。可是王阿姨不会喜欢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整了她。你放心吧，她不是一个记仇的人，我可以用我的小宝宝给她做担保，行不行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难过了啊，快吃梨。苗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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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爸爸看看。你要有个什么好歹，爸爸也不活了，你吓死爸爸了。
别哭了啊！哎，苗苗，你看，王阿姨又给你买了新蛋糕。苗苗，苗苗，老胡，是我给你惹麻烦了，要不我先走了。西凤，西凤，你说什么呢？对不起啊，老胡，是我考虑的不周，伤了孩子。你别说了。是我考虑的不周，伤害了你们。不，你不要责怪自己了。这要是孩子不愿意，我就不结了。我可以不结婚的，真的。其实我一个人生活也习惯了，真的。别说了，苗苗，你不要怪爸爸了。其实，你爸爸的心里一直都有你的。真的，阿姨不会跟你抢爸爸的。阿姨就先走了，你以后就不会看到阿姨了。阿姨真的是希望你和你的爸爸生活的幸福，真的。我走了。哎，凤姐，你切什么？你帮我切蛋糕。好，阿姨帮你切蛋糕。